第四题，下列何者的作用力对物体没有作功？我们知道作功的公式 W 等于 F 乘 S， 然后这两个针要互相平行。A 原地手向上举至头顶，手对物体所做的功，施力向上，位移向上，有施力有位移，同时有平行，虽有作功。手持铁锤将铁钉钉入木板中，手对铁钉做的功。钉入木板，所以施力向下下去到木板位移向下，有施力有位移有平行，虽有作功。第 C 选项，将一物体垂直向上抛到最高点时的过程，重力对物体做了功，重力是向下，位移是向上，有施力有位移有平行，虽有作功。D 选项，汽车做等速度直线运动时，它所受的合力对此物体所做的功。根据牛顿第一运动定律，物体不受力或合力等于零的时候，物体静则恒静，动则恒做等速率直线运动。所以它这里做等速度运动，表示合力是零，合力是零，所以不管成什么位移，它的答案都是零，所以它没有做功。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的作用力对物体没有做功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D， 汽车做等速度直线运动时，它所受的合力对此物体所做的功。